好，我是刚光临列车长。行。我是刚光临列车长的2014年9月7日，瑞邦的10:44，还有是4030次哦，将沿线看苏澳新的超优质沿8188二代尾桥全快车，以及216/44。那边2234九三一嘉义的用8089，以及我的重点主角，个人首都在瑞安站拍摄，87774 R183 R196，拜拜咯，8777也花莲八车 R183R196双彩电吼，双彩电吼，皮蛋豆腐吼，超感动！如果喜欢一个妈咱们都见不到就完美，超级感动！拜拜，我的8777花莲八车，经由西部，经由北回线、宜安线、西部干线开往树林钓鱼场了。R186R193双水电炉加沿用3000型车辆编组3002皮蛋豆腐哈，赞！瑞阳站，瑞阳站终于通过，好感动！从早上等到下午。对啊，然后4030次的超优质二代尾桥全快车，以及2234的用8089尾桥全，两班，一个是二代尾桥哈，一个是尾桥哈，在瑞阳站迎接3002新编组，又是一个小弟消息，新编组超级编组。新的编组，好了，就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14:45到14:46，对，在瑞芳站已经通过，刚刚只再见。只希望未来能够再继续看到更新的编组，再通过瑞芳哪里。好了，这次本人选择在瑞芳，等一下希望能够拍到3001试运转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感谢各自，再见了，拜拜。